根据国防部所公布最新的中共解放军进入台海周边空域活动示意图，侦获了共机五个架次，共舰两艘，总共有七机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而连续三天呢，看到共机不到十个架次，分别是在一号有五架，31号呢没有，那30号呢有八个架次，看起来似乎是很平静。不过最近啊，看到辽宁号跟山东号两艘航母首次在南海完成双航母编队演练之后，山东号先是回到了大连母港，然后呢又紧接着再出港航训。这山东号航母编队呢，在11月1号已经抵达了菲律宾附近的海域，预计将会通过台湾南端的这个吕宋海峡，并且进入到西太平洋，那执行的是远海的航训。而林传媒转述了国安人士的研判，认为不排除解放军还会对台湾发动联合利剑2024C 的围台军演。所以首先先请教将军您的研判，从目前我们看到，在画面当中也有看到这个航机图啊，山东号航母编队他们整个演训的动向有哪一些，您觉得是可以观察出，或者是刚才有特别听到这个国安人士有研判不排除会发动这个联合利剑 C， 您觉得？我认为它有三个特色，你看了这一次这个康瑞台风啊刚过，外围环流还在，它就直接就怎么就训练了。是，那第一个特性，我认为它的这个频战转换快速，这个频战转换它直接转，你看到它这双航母编队完毕之后，立刻回辽宁，回母港，回母港之后立刻又出来之后又准备通过吕宋海峡、巴士海峡，而且不论在什么天候下，对，就频战转换快，这是它的特色。马不停蹄没有问题，有必要说在那边要待一下，哎，这个要缓一下，那个要留意一下，这个要避一下，不用，直接频繁转换，就是频战就结合在一起了。这个也是在做测试，这是测试，表示它的作战能力成熟度提高了。对，成熟度提高才能够频战转换快，才能够马不停蹄，要不然这个等一下有个锅炉要修，那个轮机要稍微看一下，它可能就要换，等一下，不用，我这个在。这个已经算是成熟度已经高了，频战转换没有问题，直接这样做。第二个，我认为它有个特性，就是说整补时间短，以前整补时间要很长，加油加水，是官兵的伙食、航空用油、航海用油，各种都要换，现在不用，它直接这个整补，后勤整补。可能在这边航行往母港去的时候，它那边已经备变了，等到了，通通你叫机一停，港一靠，立刻补上去，速度够快。就是我们讲的整补时间快，相对的是整补时间短，完成战备时间就很短，这是它的特色。那这个也算是一个高强度的训练，那这样的话，它这一方面感觉，哎，你这个好像都在一直在出现呢，那这样的频度高，对，那个我们讲的可用率高，这个周转率快，是这个第二个特色。第三个，我认为它的政治性，高度的政治性，因为高度政治性，因为航母到哪里去都洞见观瞻，要不跟这个。那个2024联合利剑 C 要不要搭配？我认为有时航母出动的时候啊，比联合利剑 A、B、C 都有用。因为联合利剑 A 或联合 B 短时间，但是航母一出来的时候啊，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你这个不是三两天，对，他那么一个礼拜，我一直在注意到他今天多少架次，今天多少？今天是60架次，明天120架次，那加起来180，他这样就累积，他一直在那边，因为航母停留的时间久，对。短则半个月，长则一个月，甚至可以到2个月，因为它有带综合油弹补给舰，油不是问题，弹不是问题，对，那是这个样哦。它这个，而且这个打击群不是就一艘，所以它这个有时候它的战略威慑还有政治的这种象征比较强，比较高，对，不是说这个昙花一现，联合利剑13个小时收锅，这是联合利剑 B， 那联合利剑2天收锅结束了，航母不会。不会说一天两天收锅。确实啊，航母的动向这个是洞见观瞻，因为航母就是海上的活动平台啊。航母到哪里，其实战机就到哪里了哈。那当然，这个说到了这个军演呢，其实在东亚我们看到了美日的利剑25哈，也就是这个 King Sword 25呢，为期10天这个联合军演呢，在1号结束了。美军华盛顿号航母呢，在这次的演习期间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么同行的呢？看到还有第5舰队航空联队，还有第70联合特遣队所属的第1134啊电战中队，另外还看到了像是普雷贝尔号神盾驱逐舰，以及呢伊利湖号神盾巡洋舰，这些种种的兵力，他们共同演练各式进阶作战的科目。而这次的演习参与的人数非常多，总共有45000人，根据报道是如此啊。
那么国防部青年日报就指出说，接下来普雷贝尔号还有伊利湖号呢部署在日本的期间，将会让日本自卫队队员进行战斧巡弋飞弹的操作训练，要协助自卫队建构远程打击战力。另外呢，日本航空自卫队也将会取得42架 F-35B 逆踪战机，在演训完之后呢，要部署在这个宫崎县的新田园基地，而且会用在这个海上自卫队的两艘出云型的直升机护卫舰上。好，现在看到华盛顿号其实它本来是在圣地亚哥啊，离开了之后呢就立刻投入到这次的演习哈。那在这个利剑联合军演，那之后在东亚呢它有可能会担负更重要的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吗？怎么看到这个纪文兄？还有就是看到说日本方面现在出云号，我们也看到之前的报道是它提供了 F-35 的起降，到底战略计划是如何？这次华盛顿号这个回归西太平洋就是第七舰队，它是这个用于取代那目前已经返回美国本土这个雷根号。其实这是华盛顿号第二次来，之前它回去退休也就是由雷根号来取代轮替，对，原始它是正常的轮替，作为第七舰队在日本做前进部署的一个航空母舰，是原始它未来要好几年会待在第七舰队的辖区。那我们知道第七舰队它不只只有雷根号航空母舰，目前它麾下还有一艘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我们都是非常清楚，美利坚号这几年它在很多演习频频出现，而且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两栖攻击舰，搭载一些直升机或 AV-8B 这种，它已经可以搭载 F-35B， 原始大家称之为闪电航母、轻型航母。尤其是他如果要执行所谓的制空任务的时候，他最多 F-35B 可以搭载将近30架，哇，这个战力不能小觑哦。因此，这个对于第七舰队，目前有这个华盛顿号还有美利坚号，那他未来在整个第一岛链内，他会执行包括参加各种演训，比如说跟日本、跟韩国。甚至到南海地区与这个美国的这个南海周边的一些他所谓的盟国实施联合演训。那另外就是对于周边的情势做一些军事威责，这是美国海军常常作为的一个传统常态性的一个作为。比如之前最常用的就是来威责这个北韩，不是在日本海就是在黄海对北韩进行联合演习，海空联合的威责。我认为这个就是他平时做的。如果真的发生战争，要看他的对手。如果是北韩，他还是一个这样的部署方式。但如果针对是解放军海军，鉴于解放军海军这种反介入区域拒止作战能力非常的强，对，这个美国航空母舰在第一岛链，其实它没有安全性，它必须要撤离整个反舰弹道飞弹打击火力范围外。这样子的话，其实一艘华盛顿号是绝对不够的。但我们是知道，整个太平洋不是只有第七舰队，那东太平洋有所谓第三舰队，而且第三舰队是美国海军实力最强的舰队。是，目前麾下有4艘尼米兹级的航空母舰，再加上所谓的闪电航母，那构成如果西太平洋针对是解放军海军，它会调集更多的航空母舰和两栖攻击舰，共同组成一个海上的打击力量，配合他的护航舰群，比如说这些护航舰群配备这个战斧巡弋飞弹，因此对陆的精确打击能力其实不容小觑。至于说出云号未来会配备 F-35B， 这是大家都知道海上自卫队的一个发展路线图。其实出云号由于它的吨位比较小，2万多吨，因此它最多 F-35B 大概可以搭载不到20架，在18架左右。对于美国和日本这种联合舰队来讲，它算是一个超级小型的闪电航母，它的这种辅助部队对于美国来讲达到辅助作用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非常清晰。这个和类似日本海上自卫队未来要配备战斧巡弋飞弹它的用途一模一样。是，但整体来讲它有了这些武器装备，但高层的只管通勤兼侦，他必须要依附美国庞大的体系，日本本身的独立作战能力其实还是比较有限的。出云号的加入其实就是提供这个美日两
两国的这个在海上有更多的这个舰载机的起降平台哈。那说到这个台海的局势哈，其实最近美国总统大选，你可以听到不管是贺锦丽或者是川普呢，约略都有提到了一些，但是川普的言论呢，却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哈。因为川普在选前又抛出了所谓的黑道保护费之说，他指着台湾说要台湾多付钱，那不然的话，这个怎么保护台湾呢？台海议题就立刻成为焦点。对此呢，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表示说，如果是川普当选的话，台湾随时可能从棋子变成弃子。好，那么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这个研究员叫宋文迪啊，他是分析说，民主党这边看到贺锦丽是缺乏拜登在参议外交委员会上面几十年累积的经验。当然呢，贺锦丽也没有像拜登啊，因为经历过冷战时期，所以有一个比较鲜明的意识形态。所以呢，他预料说，如果贺锦丽当选的话，将会更加的专注在美国国内的事务，也就是说，对国际事务恐怕不太熟悉，实在是不熟悉。那中兴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特聘教授蔡东杰则认为，国际事实上呢，正走在孤立主义的方向。川普表现的相对明显，但就算是贺锦丽当选啊，美国仍然会朝着这个孤立主义的方向来迈进。所以，左老师啊，因为我们先让大家了解什么叫孤立主义啊，就是在外交上的一种政策特色，就是不会积极的介入国际事务，而且呢，在贸易跟文化上面呢，采取比较限制跟封闭的取向。那未来如果台湾真的得面临这样的一个国际的孤立主义趋势，我们该如何思考应之道呢？好，首先我要这个呼应一下蔡东杰老师他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察哈。那因为在今年初的时候，其实美国的那个皮尤中心做过一个民调。他就问这个民众说，哎，你认为这个现在三个认为可能的这个引爆冲突的地方，一个是乌克兰，一个是以色列，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台海。那你认为这些跟美国的国家利益有没有关系，跟你个人有没有关系？然后就发现到说，在年龄层上是有很显著的落差，比如像年纪大的60岁以上的人可能就认为，哎，很有关系。可是随着年龄下降之后呢，认为有关系的人越来越少。年龄大的可能是高到大概有65%左右，可是年龄轻的可能就只有4-5%之间。换句话说，这个落差有将近20%。那这个就反映了一个趋势，就是越年轻的人，不管他是民主党支持者、共和党支持者，他可能越来越不关心美国以外的重大的国际事务，他可能越来越认为说美国不需要投注这么多的资源，是，那更不要说去牺牲人民的性命去投入在这些战争里头。那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孤立主义的一个趋势。那好，那现在当然对于台海来说，美国现在所碰到的问题不只是他国内的孤立主义的趋势，还有就是中国大陆的军力快速的提升，所以两边这种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呢，他所要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这个当然也会影响到他愿不愿意继续投入，或他能不能继续投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此外呢，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现在两岸之间的这种分歧越来越大，因为大陆对于台湾的一个保证是所谓的和平统一，可是统一大家台湾人一听到就很害怕，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安定台湾的民心。那台湾认为说，哎，我们很多人认为说，我们只要就是说我们遵守中华民国宪法，这个好像大陆就可以接受，但大陆就觉得说，你如果中华民国宪法你没有去强调或突出这种两岸同属一国的这个概念，可能大陆也没有办法放心，所以两边都找不到一个自己可以接受又让对方放心的一个方程式。对，这个我认为是两岸为什么这么紧张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原因。那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底下，台湾可以怎么办？因为既然两岸的这个美国跟大陆的这个军事实力越来越接近，美国越来越难以保护台湾，台湾当然被迫的没办法的一定要加强自己的防卫，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另外一方面呢，你只有加强防卫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不可能使台湾回到和平稳定，所以还是需要沟通对话，还是需要相互了解，让大陆让台湾都找到一个彼此可以接受的一个新的框架。对，而且照这个刚刚讲到说研究员宋文迪老师的分析哈，那如果比较川普贺锦丽是比较缺乏对国际事务的这个熟悉，当然要看他的团队哈。那万一真的台海，比如说像是国际事务发生了一些状况的时候，他的团队有能力应付吗？当然要看他对团队的信任程度。如果他能够完全的授权，那我相信就是说以民主党来讲，他是比较能够去稳定两岸现有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方式。
哦，那当然，川普的那一套方式，大家他自信说，在他任内没有发生过这个，没有发生俄乌战争，也没有发生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之间的冲突。但是他的那个过程让大家太担心，对，而且未来是不是还能够像他讲的这样子？他只是因为运气好，还是因为真的是他很有效的管理？这个我们都不知道。美军在十月中秘密的在夏威夷的瓦胡岛、毛伊岛还有夏威夷岛展开了大国战争的联合军演，动员驻扎在夏威夷的美国陆军第25步兵师，一共有9000名的美军士兵，还有900名的其他国家的这个军人来共同参与。那这次军演的目的呢，是模拟美军部队在台海冲突与解放军交战时可能会遇到的状况哈。现在展开这个大国战争的军演，虽然美国方面挑明模拟的就是台海冲突，但是这个可以算是美国的这种从原来的战略模糊转向一种战略清晰嘛？因为模拟并不代表真正到时候真的状况发生的时候他们会如此做。对，首先我要做一个补充啦，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准备跟中国大陆的战争是《纽约时报》下的标题。是，那我查了一下美国的不管是这个印太司令部或者其他的这个美国政府单位的一个新闻发布，都没有提到中国这个字，这个很重要。对，所以说这个大概只能说是媒体捕风捉影或自己去做的一个标签。但是进一步来说，这个到底是在做什么呢？这个基本上是美国最近推动的一个新的做法，就是他要强调跟他在印太地区伙伴的一个协作关系，特别是什么是陆军的协作伙伴关系。因为这一次的这个主办的单位叫做就是 JPMRC， 就是联合太平洋的这个多国准备中心，他最近才在菲律宾开了一个新的中心，就是他可以让美国的部队到菲律宾去，在那个中心去，那个是在这个菲律宾吕宋岛北部这个麦格塞塞基地那边的一个训练中心，他就可以在那个基地上跟那个菲律宾的部队共同协作演练怎么样双方合作。所以他把这样子跟各国的这种演练共同演练呢搬到夏威夷去，对，所以就是我们看到在夏威夷这个大规模的演练，所以这个是他这个活动的他的这个主要的任务是做这件事情。那他跟中国大陆有没有关系呢？你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美国在想定台海发生冲突或在这个西太平洋发生冲突的一个想定是，不只是说过去讲的时候，当然美国的海空军，但现在就是说，如果美国的海空军在中国大陆的这个飞弹的射程范围之内，他如果会不敢进入这个区域的时候，他可能要靠的反而是陆军这种短程飞弹的攻击，或者陆军的这个行动。那因此他会把这个协作就是放在他的这个想定里头。那只是我想还是要回到我们刚才讲到的，就算他有这个想定，但是美国政府或者他的这个印太司令部从来不敢公开的讲说这个就是针对。就总的来看，美国的大方向还是维持战略模糊，维持战略模糊。但是他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说他现在比较确定的说他在台海有事的时候他应该会有所行动，可是就像拜登在6月5号的那个受访的时候，他讲到底到时候是派空军、海军、陆军还是用其他的方式，这个要视情况而定。OK， 这个美国始终都是保持高度的模糊，而且有时候演习哈，就有点像演戏，就是演给你看啊。对，那这个《纽约时报》虽然说他们有报道哈，说这次的大国战争看起来好像是有这个威慑性，可是呢，他们也报道说大国战争演习的结果也暴露出了美军的严重问题啊，什么问题啊？因为呢，在没有敌火干扰的情况之下，这次参与演习的864名跳伞官兵当中，只有492人成功降落在目标区，这成功率呢只有57%。有一些人呢在落地之后扭伤了脚踝或是头部受伤，甚至传出有一名19岁的士兵的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高速坠落啊，导致这名二等兵的脊椎受伤。目前还不清楚在手术之后他能不能够再次的顺利行走。那如果惨一点的话，严重一点可能会终身瘫痪。好，这个演戏当然就是要凸显出问题，要找问题。可是刚刚讲到说在没有敌火干扰的情况之下，这个跳伞成功率只有57%，这是算低还高？我认为低，非常低嘛，而且相当低了。 OK， 我认为它有三个问题。第一个，它的环境转换不够，环境转换，它以前的时候都是阿富汗在中东地区那个沙漠，是你现在在这个夏威夷，这现在在亚洲地区都是丛林呢，那整个是环境转换，沙漠整个是一望无际，丛林不一样，
那整个的话，整个环境的转换，它在这方面的适应，就地形地貌调试，对，都有问题。因为我们强调都是力空时，力战力力量，空间，嗯，你什么空间？就是这个地理环境都改变了、啊，时间，嗯，你是什么时候什么时机是什么？是晚上跳伞，还是白天跳伞，还是战斗跳伞？是这个有，它的跳伞高度是1200英尺啊，是这个样。那高度也1200英尺，有400公尺。大概相当于101那个90层楼、嗯、那个高度那么高、嗯、也差不多也是可以。我认为第一个它这个是环境的转换不够，第二个它紧凑度不够。其实我现在的跳伞呢，你看那个13洞来看的话，它的时速它会把速度放下来，时速大概160海里时速。那你换成为公制，你换成的公制的话，每一秒钟是跑飞行啊80公尺，所以你跳出来的第一每一个人间隔一秒1/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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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
公尺了，一秒钟就是八十公尺。嗯，因为也不能再慢，因为它的最佳巡航速度就是一百，我们讲的就是一百六到一百八十海里，这是规定的。对，你这个跳伞，你不能说为了跳伞我再降低，不可以。嗯，是这个，它为了操作的安全，那这样的话，那你稍微它紧凑度不够，所以拖得好长。你第一个跳出来跟第八十个跳出来的时候，八十个人乘以八十公尺，6400公尺，那算得很准啊。对，你第一个人，你只能说在3.6公里之内，结果你跑到6.4公里了，最后一位怎么集合？是你这个就不够了。我认为这它的紧凑度不够，要一个矮一个，你稍微有一点有根打铁或者门口卡门卡了一下，那你后面通通卡，你每个都卡一秒，是这个样子。第三个，我认为它训练的成熟度不够。你看他那个，你刚刚讲的那一个伞没开那个，他伞没开之后，立刻上面叫拉副伞，他副伞也拉了，副伞也没全开。你看主伞都没开，副伞也没有全开，怎么会有两个伞都没有开呢？对，他至少也他有拉，他有拉，拉的时候还是没有全开，那伞有问题耶。嗯，他有拉副伞，结果还真没有办法，结果人就坠地。刚好五点着陆，他自己要不然没有五点着陆，他自己的小命不保。对，对不对？先脚，然后再小腿、大腿、臀部，然后胸部，在这个轴，他五点着陆嘛，你这样才能够让身体做最大的缓冲。那他已经也做了，那他如果没有做的话，可能小命都没了。所以捡回一命，也有可能终身瘫痪，也是算捡命不错了。从四百公尺的地方掉下来一千，对啊，他这次跳伞的高度是1200，是是1600英尺，所以环境转换都不够，紧凑度不够，还有训练的成熟度也不够。所以造成你看看他57%的成功率，换句话说，太多人一旦落荒郊，已经在变成降落区之外了，你怎么去集合？对，那个还好是平地，万一是在战场有限性，有掉到海里面去了，你怎么办？掉海里面去，他怎么去集合？所以说，《纽约时报》这次就特别透过这个报道，点出了美国在战力训练上面有很多需要加强的部分。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另外一个媒体《华尔街日报》，那么在这个场演习进行的同时呢，《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说美军的五角大厦运输司令部现在呢正努力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民间航运公司纳入应对台海战争的危机供应链。那美国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呢也已经提出警告，他们认为呢运输司令部的海运能力面临严重不足的问题。虽然说运输司令部保证最多可以派出大约200艘的船只来参与跟中方解放军万一未来发生战斗的话呢可以来因应，但是呢从过去第二次波湾战争时的经验，美军至少要出动超过165艘的船只才能够确保战时的运送物资是没有出问题。运输司令部呢现在的44艘的这个运输货船里面呢有28艘即将在8年内要退役，新船只的汰换计划也不断的延误。大白话就是说船只严重不足了。那么如果这个真的有一天台海要开战的话，邱文雄，现在强调的是说美国的海运能力不足，那运送物资其实是如果在战时是非常重要，因为是个牵扯到补给。那如果不足的话，这个问题在短时间有办法解决吗？对美军来说，我认为在台海这样的一个作战场景来讲，美军要运输台湾其实面临很大的困难。当然他这篇报道只是讲到这海运，那我必须说海运你摊开地图就知道，这台湾距离中国大陆最近160公里，距离美国本土10000公里。这个海运路途漫漫长路，而且过程里面，难道你可以保证美国拥有波湾战争这种状况，他的对手不会干扰他的海运吗？在台海战争绝对不是如此。事实上，空运也是如此。当然，这个报道还主要我认为是点明了美国海军的
运输司令部下辖的船舰未来老化以后，对于美国海军在全世界范围执行任务，它会产生很大后勤补充、后勤补保保障方面极大的困难。当然，他这个文章里面谈到自由轮，但是自由轮有当时它的背景，特别是整个二战时期，我们就知道美国是作为自由世界的兵工厂这样的地位存在，不只是1941到1945年建造在2750几艘自由轮，其实它还制造了大量的战机、轰炸机、坦克、火炮、卡车等等，不只供应给美军使用，还供应给像苏联、英国、自由法军，乃至于像我们的中国远征军、中国部队，当时也用了很多美元的武器装备。但我们都知道，过去以来美国这种去工业化，它的工业能力大幅削减，尤其是造船业。之前美国还这个刊出比较难看一些数据，就是它造军舰，它的能量可能中国大陆是它的这个好几百倍，美国都点出这样的问题。因此，在去工业化目前，美国海军的这个实际的造船工业来讲，要重现以往的自由轮，我认为有很大的困难。不只是造船公司不够，它整个产业链其实残缺不全。这也是可以解释这几年美国频频要求像韩国，像甚至找到印度，它的这个造船厂能不能帮美国维修部分可能比较低阶的船舰，已经暴露出美国在船运海运能力这个部分极大的困境。因此在台海战争如果爆发的状况之下，它当然它的海运能力是不够的，那空运能力我认为也如此。特别是解放军在联合利剑两次演习，它在海上我不说封锁了，用类战争或准战争这种海上阻绝，我只是阻绝，我不封锁，不时的派海空兵力甚至海警船做干扰，你这个运输还能畅通无阻吗？我认为即使这样的状况，美国要支援台湾就海运这个部分就有很大的困难。最近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董军，他14号呢在北京和到中国进行访问的俄罗斯国防部长，也就是贝洛索夫啊，双边举行了会谈。那这也是董军呢跟贝洛索夫的第一次会谈。董军就表示说呢，中俄两军应当沿着两国元首指引的方向，深化战略协作，提升合作执效，那推进两军的关系不断的向前发展。而根据俄罗斯方面呢，塔斯社报道说，贝洛索夫啊透过媒体表示说，俄中两国定期在陆海空进行联合作战训练，在相关训练的框架下呢，成功训练演练了包括最高难度在内的一些作战训练任务。而且隔天也看到贝洛索夫呢跟中共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张又侠在北京也见了面啊。左老师，就您的研判哦，现在中俄双方是希望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区域的情势？好，当然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俄罗斯对于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合作或者说建立这种更紧密的关系是有高度的期待哈。所以你看在俄方的这个媒体，他的新闻发布里头，他是用了三个共同，对区域有共同看法有共同的这个经验，然后未来呢有共同的这些方向。那所以你看其实基本上来讲，他很强调双方的一些共同性。中国大陆相对来讲是比较轻描淡写一点，就也不能说轻描淡写，就是相对来讲没有给予那么重的比重了。但它里头有一些重要的意义是值得我们观察的。第一个就是双方谈到了，就是说明年是这个抗日胜利的这个周年啊，抗日胜利80周年，那么也是俄罗斯就是苏联俄罗斯当时是苏联了所讲的所谓的卫国战争的这个80周年了。所以等于是双方回溯了 当年的共同的历史，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特别的一点啊。那当然在这个俄罗斯来讲，他过去他把这个在乌克兰战争定位为所谓的反法西斯战争，这个也有一点回到历史上去为自己找寻正当性了。当然中国大陆对于俄罗斯的这个乌克兰战争其实基本上还是一个保持中立的态度了，所以这是为什么他对于乌克兰的对于俄罗斯的合作来讲，他最起码在对外的姿态上他是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这种距离哈。第二个就是说在涉及到一个另外一个重要性，就是说因为前不久苏立文到北京去访问的时候见了张又侠，因为张又侠其实
没有常常接见外宾嘛，因为他等于是这个中央军委会里头军方最高的一个代表嘛。但这一次他见了这个俄罗斯的国防部长，所以也就有一点在中美之，在美国跟俄罗斯之间还是有一个平衡，有象征性的意义，有象征性的意义。我觉得这个第三个，因为习近平马上就要去访问这个俄罗斯，要参加这个金砖国家峰会，所以等于俄罗斯这个时候来，其实也象征就是说，等于有一点还是很尊对于中国大陆一种尊重了、啊。在习近平出访之前，他有一个部长级的官员来到了这个中国大陆。所以从过程当中，你可以发现中方在处理啊，特别是在军事上面有这么的密切的一些交流，但是在处理上却非常的细腻。他会尽量的避免，因为中方向来就是不结盟的一个立场跟态度哈。那我们进一步仔细来观察，在九月份，如果您还有印象的话，中俄有一个北部联合2024的军演。那大陆方面呢，解放军是由他们的飞弹驱逐舰啊，西宁舰跟无锡舰，还有包括护卫舰啊，飞弹护卫舰是临沂舰，另外是综合补给舰太湖舰，这几支舰艇呢，共同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在日本海的某个海域，与俄罗斯呢完成了这个演练，兵力集结，还有火力打击，以及联合反潜这些相关的科目。中俄双方呢先后展开了两个阶段的实兵演习，然后中俄的海军舰艇编队继续就前往太平洋相关海域进行双方第五次的联合巡航。另外就是我们刚才在一开始提到的海警的联合编队呢，就是包括大陆方面的梅山跟秀山舰哈，都是前往了北冰洋，也是跟俄罗斯的这个海警编队。好，那现在看到这个北部联合2024的演习，在最后俄军方面是出动了他们的特里布兹海军上将号大型的反潜舰。那另外呢，还有包括是潘杰列耶夫海军上将号，好，这些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到青岛又进行了三天的友好访问啊。所以从这次俄方所派出的舰队阵容，以及刚才提到在演习过程当中训练操演的内容来看的话，委员您觉得有没有什么实战的意义？对了，其实说海上的演训啊，基本上来讲就是防空、反潜，哦，然后这个反舰，好，就是从立体的，从空中到水面到水底下，大概都这样子。然后你看，像中国大陆它出来船，像西宁舰，它是052D，它满载的水量是7500吨。是。那另外刚刚讲的那个，像这个无锡舰，无锡的满载水量是12000吨到13000吨呢，你都可以叫它叫做巡洋舰了。哦，所以像这么大的军舰来讲的话，它基本上来讲都同时会具备防空、反舰跟反潜的能力。因为它够大，它足以放到它足够的武器在上面啊，进行这样的功能。那像俄国的这个就看得就比较清楚，它基本上来讲，它这个主要是反潜，啊，反潜为主。对，啊，那反潜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讲，其实他这也是他一直想要学的，为什么？因为美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啊潜舰国家啊，不管是攻击性的潜舰啊，或者是说携带那个啊这个洲际弹道飞弹啊、长城的弹道飞弹的那个啊潜舰战略核武，它都是对，它都是最强大的，所以反舰的确一直都是中国大陆他们急着去学习的。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俄军就偏向做反潜？那这个中国大陆它的演练就是比较多层次的啊，从防空、从反舰到这个反潜都在里头。不过最重要不是，就是说你海上的训练其实是有它的局限性的了啊。你手龙做大概就是这些东西啊。最重要是他们可能要建立一个，第一个他们是要宣示两者就是两个国家就是越来越紧密，他们要共同巡逻海面。甚至空中编队飞行都有可能未来啊，那这个就是一种像美国还有这个中国大陆、俄国周遭的这些国家们的一种宣示，就是说我们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对，而且我们会团结合作的。所以这个坦白讲，这个就是军事的结盟的味道就变得会越来越浓。其实这个就是比较容易引发战争的一个迹象，就在于一个是军事的结盟，第二个就是军备的竞赛，这是容易走向战争的。我也是提醒西方，包括像是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是我释放一个讯号让你能够知道，有一些警告的一些意味。那当然这个演训呢，我们刚刚讲说除了这个
有硬的部分，在海上这些军演以外呢，还包括了软的部分啊，就是刚刚提到了三天的这个友好访问。那就看到在这三天呢，俄国的这个海军官兵啊，跟中国大陆的海军官兵有座谈、有交流，还有包括篮球友谊赛、另外拔河比赛啊相关的一些文化体育交流活动。另外，俄方的编队还举行了舰艇开放活动，还有一些像是甲板招待会。那根据官网上面他们的这个宣传的说法是说呢，目的就是为了要深化双方人民跟海军官兵之间的友谊。好，现在看到这个中俄海上联合舰队啊，似乎感觉已经有一个隐约成型的迹象哈。但面对这种态势，徐老师，您觉得日本刚刚特别强调？新任的这个防卫大臣他，你说他已经三次哈，连续三次担任这个防长重要的职务哈，那他会如何就是带领日本，就是说看到日本如何去调整目前防卫的政策，来因应现在我们提到的隐约成型的中俄联合在一起。嗯哼，好，那其实我们还是这种的状况是先需要要了解中俄的这种的联军这个演习的这个战略的企图是什么，意图是什么。你是不是刚才也是主持人说，也是警告呢，还是要前进美国呢？还有影响到其他的区域的，我们还是要正确理解他的战略的企图。当然，日本、俄罗斯之间也有领土的问题，不过是我们不会想到俄罗斯进攻北海道的啊，有这样的状况的。不过我们至少他可能骚扰这个北边那边的话，当然影响到日本美军、日美的。这个安保体制的这些它的部署，一定要我们就东海、南海这些其他的区域，应该要稍微注意到北方嘛。所以是这个应该也有这种的警告，这种的这个前进的这样的企图了。不过我们还是要正确理解，才有政策的对应。因为是俄罗斯是我对日本来说，冷战时期的唯一的威胁是俄罗斯了。不过是早就应该很多部队到北海道就从那边离开了，对，所以是重新要调整，是还是要花很多时间的，所以是我们还是先要正确的理解他的战略的企图。您刚刚提到说要先充分理解，就是中俄这次这个包括北部联合2024他这样的一个演习，他最重要的一个战略企图啊，那您怎么解读他们的战略企图？是他们之间也是我们就单纯的是敌人的敌人朋友，我们是还是也许一些日本人，中国跟俄罗斯是应该是长期的未来是应该会有矛盾就出现的。不过是这个短期内是还是他们的最重要的敌人是美国嘛？不过是我们还是要他们之间不可能真正的结盟，不过是还是要多少要注意北方的那边的一些。应对这个当然日本来说比较有力量有限的状况之下蛮辛苦的。对，不过这个委员比起中国大陆啊，日本应该是更忌惮俄罗斯才对的。对，因为他就在他旁边嘛，然后又有岛屿的北方这个岛屿的争执，四岛的这个争执的问题嘛，而且这个在历史上来讲的话，在近代史来讲，让日本吃尽最大苦头的其实是俄国人，是在战场上，而且俄国人是非常的。打仗是很凶暴的，所以在蒙古的这个战争里面啊、哦，早在二次大战前面的在蒙古的那场战役里面，日本人就知道俄国是很强悍的，对，是很厉害的。所以他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俄国的政府看起来是比中国大陆的政府要冒进，要比较的对外的这种拓展领土拓展的野心啊。俄国人是比中国人要强大了很多了，战斗民族。对对，所以日本真正忌讳的应该是俄国人。美国表达了严重关切一件事情，也就是在14号，登场的大陆围台军演啊。但是我们再把时间轴往前推，看到的是10月10号，国庆日，那么赖清德总统呢发表了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的国庆演说，后来就看到14号解放军呢发动了联合利剑2024B，而且是在清晨的5点立刻发动这个围台军演。可是这次的演习呢进行了13个小时而已，到了傍晚6点30分就宣告结束。好，很多人就看不懂说怎么会这么的快速就结束啊。国安局长蔡明彦在16号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说，当然不排除未来呢还会有利剑 C 甚至包括 D 有可能会登场，但无论这个利剑 C 会不会登场呢，利剑 B 在演习的时候啊，看到解放军是出动了2艘这个现役的航母，包括辽宁舰呢在台湾东部参与演习，
山东舰在南海待命，而距离台湾最近的美国航母华盛顿号，当时它的位置在哪呢？在夏威夷。好，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2022年佩洛西访台之后，这个围台军演，当时候呢，那个时候是看到美国航母雷根号在接近巴士海峡的位置，而迪利波里号呢在冲绳附近，随时都能够前往跟雷根号会合。更别说再往前，1996年的飞弹危机，当时美军曾经先后派遣了包括他们的独立号跟尼姆兹号航母战斗群在台湾的外海部署，就怕到时候这个一发不可收拾哈。可是这次看到这个军演虽然越频繁，可是美国航母却是离我们很远哈。也有分析是说，大陆军演因为太突然了，美国真的是措手不及。乃馨姐怎么看？从2022年啊，佩洛西来台湾，然后大陆举行环台军演，然后雷根号就走了。好，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美国他并不想在这个区域里面。当中国大陆在对台举行军演的时候，我的雷根号呢就在旁边环伺哈，这就会引起非常对立的这个紧张。那美国要在这个问题上面摊牌吗？美国显然并没有这个打算哈，这是现实状况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些实力上的问题啊。现在的中国大陆呢，已经不是1996年台海危机时候的中国大陆了。九六年的台海危机呢，大陆呢也没有卫星导航啊，什么各方面呢，整体的军力呢跟美国是有极大的差距的。所以当克林顿总统呢派了两个航母战斗群呢在台湾这样子一摆了之后呢，它对于中国来说呢，的确产生了极大的威慑的力量。那大陆也因为1996年的台海危机，所以开始呢就发展这个航空母舰哈，所以这就是它一个整个的战略上面、战术上面的1996年到今年的2024年，它已经有很大的一个差距了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据我的了解啊，解放军呢，他在规划哈，或者是说在思考。对台，假设万一到了有一天不得不对台采取这个军事行动的话，他们一直是有把这个美军会介入呢盘算在里面的啊。所以为了要防止美军的这个介入啊，当然大陆呢就必须要展现他的军事上面的肌肉。在9月25号的时候呢，他们发射了核弹道导弹啊，然后东风31，然后。直接能够射到这个西太平洋这个地方，这个呢就对于美国呢采取了这种极为清楚的明确的一个讯号。如果说一旦台海这边有任何的战事发生的话，美国你想要来介入的话，他都不用打到这么远了哈，你只要进入这个台湾海峡这个海域的话，你就要去估量你愿意要负担这么大的一个损失吗？而且如果双方这样子一对战的话，那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了。而且我们从美国的战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美国在印太地区，在从日本啊到菲律宾，它的这个部署，它的目的在于吓阻，它也并不是要参战嘛，所以说我觉得累积下来的这个讯号呢，特别是接下来的美国的总统大选，不管是贺锦丽当选或者是川普当选，我认为这两个人当选呢，他都不可能在台海有战事的情况之下呢，是什么派兵呢来介入台海局势，是不可能的啊。贺锦丽呢，他所采取的这个策略可能会对应拜登来讲还更为保守哈，他一定是用这个制裁或者是谈判哈来换取两边之间的这个空间哈。那川普呢，他是放话了，他就是说，如果说中国呢真的是对于台湾动手的话呢，他要扣这个中国大陆200%的关税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呢，美国的决策的体系还是不足够了解这个中国大陆啊。如果说今天情势呢逼到说大陆呢必须要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话，那必定是内外形势呢非常的严峻啊。那既然他要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
他才不会在乎你什么科100的关税、200的关税哈。而且从这样的话呢，也透露出来，就是川普他不会采取军事行动，他会透过制裁啊，透过其他的手段来面对台海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的问题。就简单来说，其实避免冲突，美方最不希望就是涉入到台海之间这个升高的这个冲突。对，这个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啊。而且川普讲的那个话是非常实在的，就是台湾距离中国大陆呢只有161公里，然后美国距离大陆呢有这个1.4万公里。好，你要介入这个战场，你就要来去估算到底谁的损失比较大。中方也在提醒美方，是说你要考量是代价跟风险，你承受不了或者是承受得起哈。到大陆解放军他们发动了围台军演了，这当中除了军舰以外，海警舰队啊特别受到关注。那说到了海警船、海警舰队呢，另外一支中国大陆的海警编队，也就是梅山舰还有秀山舰呢，他们都是3000吨级的这个海警船。9月13号，他们从舟山起航，经过了日本海、还有鄂霍次克海、白令海、楚科奇海，在最后进入了北冰洋。10月17号回到了舟山，历时35天，航行1200多个小时，总航程是17000多海里啊。这次呢，大陆的两艘海警舰艇呢，也和俄方啊，就是两艘这个海警舰艇呢，一起联合来做一个演训。那要展现的呢，其实呢，就是中国大陆海警呢第一次派遣主力舰进入到了北冰洋海域。而这两艘的吨级，刚刚说都是3000吨级的这个舰艇，除了可以在这个除级区跟冰区9级以下的海况下来航行之外，而且他们能够抵抗12级风。这两艘海警舰艇呢，在补给充足的情况之下，可以连续航行1个月的时间。画面的左下方，我们看到这位学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海洋专家杨潇，他就说呢，梅山和秀山呢、这两艘舰艇呢，3000吨级啊，是中国大陆的主力舰，适合在现场进行海上执法以及长期的海上存在。好，那要先请教左老师，您怎么看哈？因为现在看到是说，从近海的暗巡，到如今现在是深入到远洋的长训啊。这样的战略部署，您会怎么解读在背后包括地缘战略的这个政治战略的规划跟意图呢？第一个，当然大家容易看到的就是说，这表示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那这个当然就不用多说。不过我觉得第二个意义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因为你的共同巡航哈，其实就表示说你在这个地方是一个重要的行为者，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那这个比喻像说，举另外一个例子，比方中国大陆跟这个越南在北部湾有联合这个巡航，那有海警的联合执法。那这个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北部湾其实是中国大陆跟越南都各有领海范围，所以他们有一个联合巡航的一个法律基础在那里。那当然他们有共同的利益，就是要这个 对抗这个所谓犯罪行为啦，非法捕捞啊，这样子的情况。好，那所以回来看，以这样子一个经验来看这个北冰洋这次情况呢，就表示说中国大陆在北冰洋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行为者。虽然中国大陆在这个领土上没有跟北冰洋有连接，但是他一直希望自己扮演一个北冰洋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参与者。那他也在这个北冰洋的一些相关的治理机构有一定的这个参与。他现在等于就是用行动去彰显说他是这个地方不可或缺的一个行为者，这我想这是第二个重要的意义。第三个，他在这一次的新闻发布，我们看到这个大陆这个的预言谈天呢，他特别有一个新闻发布，也谈到了什么呢？就是说这一次的这个行动呢，它是包括巡航、包括执法、包括研究、包括检验、包括训练，所以它多功能的。但是他特别提到另外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提到联合国大会46/21/5决议，这个是讲什么呢？这个最主要是针对所谓的南方黑尾的一个非法捕捞，全球都应该去避免这样子的行动。
那他等于在这个地方，其实因为你看他们中国大陆跟俄罗斯演练的项目里头，包括什么？包括针对犯罪行为的这个追捕。那其实也隐含了，就是说，如果有人有这个渔船在这里有非法捕捞的话，他们也可以做一定的查缉。嗯，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意义了，就是说，他们不只是说，大家看到他们可能是说他们是要对抗美国啊，或者对抗西方啊，可他也可以有另外一个解读，是说他是等于是为维护这个国际秩序，哦，国际打击海上的非法，打击海上非法活动。对，那这次的其实看到了海警在围台军演当中的角色，我也看到在利剑 B 演习结束之后，有一些分析跟看法，就提醒说要注意未来大陆海警特别在台湾周边海域扩大加强海上执法的范围，台湾方面有没有因应之道？尤其现在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大选呢，投票剩下不到20天了。当然，驻日美军指挥部最近证实了一件事情，他们说呢，伯克级神盾驱逐舰叫普雷贝尔号已经抵达了横须贺基地，加入第七舰队的行列。而第七舰队则表示，普雷贝尔号呢是从美国西岸 San Diego 的基地移到这个横须贺，未来呢将会编入第15驱逐舰战队，进行这个部署相关的任务啊，跟第七舰队来分工合作。主要是担负起驻日美军水面部队作战的核心，要加强维护区域和平稳定。而第七舰队呢，则特别强调说，普雷贝尔号呢安装有导能武器，还有包括像是光学炫目与监视整合系统，能够跟神盾级驱逐舰啊配备的这个雷达战系整合数据，那跟标三、标六这些防空飞弹来搭配，组成的就是一张非常分层的这种防御网啊。但这个防御非常的强，就是能够有效的来拦截并且摧毁小型的无人机，以及包括了水面快艇这些目标。我要请教委员是说，普雷贝尔号现在调到了日本去啊，是不是因为美军在战略规划上面他们做了一些调整，要补足在这个区域上面美军特别是美国海军的一些不足呢？对，这个他们叫做前置部署了。嗯，因为原先他那个地方都是属于圣地亚哥，那个是第三舰队的司令部。那他们现在要把船从圣地亚哥那个地方调到这个日本这个地方来，他主要就是认为这里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了很多。所以他要强化这样子预先部署。对，当然说这款这个驱逐舰呢，哈，它是 DDG-88 嘛，它不是在美国来说它是最新的驱逐舰啊，但是它也下水了也很久了，大概2001年就下水了，2002年下水，2002年就那个01年下水，02年就服役了啦，所以有一段时间了。可是它上面的配备是真的是算是很强啊，哦，那尤其刚刚您讲的那个所谓它有那个雷射武器，它是60千瓦雷射武器，因为那个战争的形态都一直在改变。你看这次的以色列的战争，不管它跟这个伊朗也好啦，跟真主党啦，还有加沙走廊的跟哈马斯他们的战争里面，无人机用了很多了，开始用了非常的多，双方都用了大量的用啊。那这个就是一个新型的战争的形态正在出现这样。所以它这个是这次一种雷射武器了，它真的最有效的大概就是对这种飞行的速度比较慢的无人机。对，所以它就等于是在优先在部署这个东西。其他当然你说它还跟什么标准三型的飞弹、标准六型的飞弹它们搭配，标准三型的飞弹我们最近都送了这个萨德的飞弹到以色列去，是陆地上的陆基的最好的飞弹进行高空拦截，其实多层次拦截的大概就是所谓的萨德飞弹，海面上舰艇使用大概最好的就是标准三型的，它可以反卫星，也就是说人造卫星在轨道上它可以从船上 一下就把它打下来，所以它进行高空拦截非常有效。所以也就是说它有预见到未来在这一块上面这个标准三型啊，标准六型啊，还有我讲说雷射阵武器大概都要被具备起来。标三跟标六他们的造价也非常的昂贵啊，当然你说标三都将近差不多1亿啊，对啊，将近1亿的了那现在要讲的一件事就是说，因为我认为他们来这里很重要一件事是他们要保护自己的船队船团。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有东风21D 跟所谓的东风 26B 的航母杀手，所以你这个标准三型的飞弹就是对这种所谓来自高空的这种飞弹的拦截是最好的海上的武器，是所以它这个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驱逐舰导弹的驱逐舰来这个地方，它最主要一定要配备这个东西，它强化这里有这武器系统来这个西太平洋，就是要强化未来在海上作战的时候能够拦截中国大陆的航母的杀手的飞弹。对，所以他特别强调是说他们组成了一张非常绵密的防御网。刚才委员有点到一个重点，就是说水面舰很担心的就是这种无人机，而且有像无人机蜂群这样的一般的攻击，这造成包括驱逐舰也好甚至是航母可能都是非常的担忧的。